为了鼓励和发扬美国多元族裔文化，南加州城县富勒顿一所小学特别在30周年的校庆上举办了国际文化日的活动，让生活在地球村的孩子彼此增加交流，也学习尊重和包容。校长陈淑玲表示，12个精彩的文化表演节目全都是由天真活泼的小朋友担纲演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载歌载舞的表演《阿里山的姑娘》斜眼夺目的台湾原住民服饰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，同时还有其他精彩的表演分别展现出了欧洲与非洲的异国风情。而透过多位小朋友的卖力表演，也让这场文化盛宴不仅博得了家长们的一致肯定，也让更多小朋友对于各族裔的文化有更加深刻的了解。同时新闻团队洛杉矶采访报道。